今天街上面遇到个女的，说傻子你亲我一口，我给你只鲍鱼。开玩笑，傻子是那种人吗？是不是？是那种是为了几个鲍鱼就会嘣一下的人吗？真的是，他把我看。好吧，我承认了，我赚了这么多的鲍鱼回来。哎呀，10到15分钟，我不知道今天这鲍鱼好不好吃，我估计那老娘们给的，我估计会肯定会很香。双击一下，你送的鲍鱼看好吃不好吃？我估计这个味儿会很香，你知道吧？是不一般，是不是？这种小鲍就很好，你知道吧？摘掉，哎，小鲍，嗯，后面这个不吃，这个脏，这种东西都是他那种肚子里面那种消化的东西，对吧？就是高营养、高蛋白的东西，无论是孩子啊、孕妇，吃的特别好。哎呀，吃到了，我都忘了。给个双击，人家美女给的双击。报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墨，吐了，喝多了应该是。喝多了你就在那里吐啊，你看喝多了。嗯，你说连大米都没有，你嘚瑟啥呀，对不对？嗯，烫到不想说话，说不出来话。嗯，爪特别好吃，把酱弄一些点，爆炒，哦，蘸酒下饭。